这谁盖的？太夸张了吧！不好看，妈的变态！可以登吗？直冲先去找那只大只。干死！没有，没看到。大字在哪？奇怪，石头怪嘞！石头怪，看到了。哇！哪下功？
哦。你哪讲？笨，哦，干，哎呦！笨，哎呦，他这样就拿不到了。哎呀！这样不能一直抓哎，哎，一直跑来跑去。要来回抓了。嗯，哇，我回来你们还在走啊。出发。哒哒哒哒哒。抓不到石头怪哦，这张也蛮帅的。喂，这干嘛？哎，对啊，我看一下他那个到底。什么小可以抓？对啊，这可以，石头人可以抓。这也可以。死亡骑士不行，死神骑士就不行。死神骑士没有用，好吧？直接去找石头人。好人呢、欸？
石头人呢？红骑士，那只红龙应该也不能抓。没有那一只，有了。对啊，这个也不能抓。石头人应该在这附近。没看到石头人，石头人呢？
哎呦，他不会自爆。会在这一片岛上吗？奇怪。都没看到石头人。这次这么难找，找到了，捶几下。这个就是不跟我走，要不要跟我回家啊？God. 我们要吹到哪里？他不跟我回家。我想去那边看。是个美景。哎呀，石头人不跟我回家。这运气运气的，这要很难找，很难抓他。这个
先把这个伙伴解决。耶、yeah! ！标价牌，不需要钱，钱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我们会得到什么？啊？那我们要卖什么？我们要赚人家的什么爱心哦？哦，卖爱心。再去一次，最后一次了，没有就算了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汉字，这也敢拿出来？石头人，这一次的岩石好像比较多。这么早死，对啊，他都不跟我回家哎，怎样嫌我倒臭是不是？石头人应该在这附近啊。看到了，哦，等一下，
放个饲料，不然当放个食物。陶瓷，吃空心菜就好。凑热闹。下来吗？下来啊！哇，这么摇摆，还要人家上去？站这个位置，然后就不会攻击，就是傻傻的在那。你看，傻了，耶、yeah! ！最后一次成功，谁要？你只会保护，你还会做什么？我发现你蛮占空占画面的。你走路这么大声，牛会不会被你吓跑？干！怎样才可以让那个回家？还是不跟我走。
那一只不打了，那个打过了。比较想抓这个走。耶，都不跟我走。家，好可怜，人缘怎么那么差，没朋友。带一个小石头人回家。有人要跟我走嘞！没有哎，怎么都没有那只怪。没有半只哎，前面有一只。真的没有。喂喂喂！干！还有砍到我的牛。对啊，怎么都不跟我走？真的讨厌。
牛肉，好可怜。算了啦，不抓那只了啦，几把毛。回家，回家。收集各种怪物。这样，沙之瓦变成沙，收集各种怪物。小徽章，沙之瓦，我要去别的村子，这要1000，要500，这个多少？300，茂茂岛。出发！拜拜！茂茂岛，嗯，茂茂岛应该都是森林吧？哦，绳子跟那个不用了。啊？一开始就有这个、哦。欸，这里有狗啊。怎么会是大乌贼啊？山区树枝呀哈，小草。甘蔗，莲花，黄花，
大连夜。这个是小莲叶啊，莲叶。我们上来好不好？我退路哎，这里这里，我这里比较好打。哎，哇，喷火！你是水系的，你喷火。快就要死了！哇，嫩！有了，也有小草，药用草丛。牧草呀哈，陶氏三毛榉树。帅了，可惜没有人要跟我回家。这都是一箭一个哎。一些可以当宠物啊，
换那个海带好了。海带嘞？啊，这里。吹。远处。干，那么远。